你喜欢收集什么？对啊，其实我本身有收集一些疗愈的小物，像这个。你真的有吗？我真的有。这一个。这一个，外表看起来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这样。怎么了吗？有没有？好拉长了，那还可以干嘛？你们现在静音哦，全场不要有声音。残忍哦！疗愈，这么可爱呀！这么可爱的石头，你干嘛这样摔呢？而且你差点射到那个，冲出去了，可爱啊！我觉得好过分哦，这个朋友是可爱的小猴，你把猴子射去撞墙让它惨叫吗？他还不愿意，叫声好惨哦。所以你是会虐待动物的人。猴子蛋糕，你收集所有可以虐待的动物，或是或像这种疗愈小物，就是他们如果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声音，有没有笑声？有没有？所以我们演搞笑者的时候，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发一台，这很不错啊。如果取笑代号，我是张立东，掌声。哎，其实还蛮酷的，好适合你哦，很疗愈啊，很疗愈。没朋友的人可以玩很多啊，你看，你晚年有，还有有没有？看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枪，对，这个枪很厉害。怎么样？它威力很强。你不要对着我，你不要对着我，不要。我试看。拿走开。怎么疗愈？你卖蛋了，把它换掉。我是真的不喜欢它，我是真的不是做效果，我真的不喜欢它。干嘛拿东西吓他？他就让别人吓他了。疗愈嘛，疗愈，好玩啊。讨厌鬼！我是因为喜欢音速脚，喜欢跑步，所以才加入田径队。哦，对，希望自己跑得跟他一样快。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梦想。那你有学他这样子滚这样跑吗？所以你应该跟他们几位蛮有共鸣的。以前玩格斗天王也是，会把一些格斗招式，然后想象说，我如果今天遇到坏人，我要把它怎么运用。所以你还是会一些吗？有个那个叫草雉精的，所以叫很有名，叫 Bonica Olosna 嘞，然后他就进去了。我就自己在家想的，哦，如果敌人跳起来追我，要去哪里？然后就是很疯狂，在家都自己在练习演练，然后还跟我哥一起，就我跟我哥会一起，哎，我们来练习。还逼你哥？对，我逼我哥一起。逼哥哥。对，然后就我们说，我说那你要用什么角色？我说我要草雉精，他说那我要用八神庵，他就呼呼哦，我会下，我会下，哦，然后我就去哪里？一直这样一直玩。然后爸妈看到有怎样吗？应该哭吧。爸妈会很生气，因为我们都在床上玩。雷普初音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从演艺圈隐退？不可能吧，应该不可能啊。不会吗？狼哥说不会，他不敢相信。反正他永远都活在他心中啊。对，请问那个娃娃这样洗 OK 吗？不会洗坏掉吗？对啊，我从来都没有丢到洗衣机洗啊，都手洗。我是先泡水，然后之后把脏的东西泡出来，然后再慢慢。所以你帮他换衣服的时候，看到他没穿衣服的样子，会害羞吗？爸爸，应该吧。他会害羞。你要看他的小衣服吗？啊，我帮他带他的衣服过来。在哪里？箱子里。要教我们怎么穿。哦 ，OK。不行啊，不行，现场穿啦。这是上次买的。要看一下，看一下就好了哈。哎呦，好可爱。他那天穿的，所以他今天换了一套。OK。对啊，还有他的鞋子。哦，哇，好精致哦，可爱。对啊，黑色。那会增高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拥有这么多收藏品的浩哲，除了摆着观赏之外，每天也会花上一两小时玩乐高，跟乐高培养感情，也算是童心未泯。大龙来袭，攻击甲，在这边向大家推广乐高的乐趣。他这样很干净耶，他这样还蛮很整齐耶，整齐又可爱。我会想去他家，我觉得他家蛮酷的。可是不会爆满吗？是不是越堆越多？对啊，就越来越多。然后同学就会说：“你家是要开博物馆吗？”而且我发现你戏嘛，你只有一个剧本哎。其实乐高它不一定就是只是平常，你看它像是不是像一个就是还没喝的可乐？是啊。可是它里面其实是乐高的积木哦，然后给它装到。玻璃瓶里面，然后就看起来像都还没喝过。那可以把它们拿出来吗？可以。哦，酷哎！可是我没有那个。我可以给你买这个吗？吹瓶器。哦，所以它是可以直接装在里面。你要买那干嘛？就这样。因为我有收集可乐。
的各式各样东西，可乐罐的那对，那我觉得那还蛮可以借你放在家里，借我借借一辈子，可以借一辈子，借了多久？特别做的，就是他为我们整理来历摘族的定义，有一个，因为其实大概从2004年左右开始“摘”这个字在台湾被使用，然后一直以来可能在新闻上会有一些误解，那造成大众也会有一些误解。那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，他的御宅，他原本叫御宅族 （otaku）， 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词。那他的原意是指说热衷，然后专精于 A C G 领域，就是动画、漫画、游戏或相关文化，像声优之类的。然后所以这些像动漫宅、游戏宅、钢弹宅、声优宅、绘画宅，这些就是跟 A C G 领域有关联的，这是比较狭义的御宅族的范围，但是在日本后来也开始变得有延伸出来比较广义的部分，会有其他兴趣，像铁道宅、军事宅、航空乐高这些其实都算，或像我是科技宅跟制服宅这些领域，这个是，所以其实宅是一个比较属于兴趣专长方面的东西，专精一样东西。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东西。这边有我列出几点，因为宅其实它是一个汉字，它并没有中文的这个房子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台湾，我们都用中文的宅这个字去解读它，就会认为我们喜欢待在家不出门，外表邋遢，这个见仁见智。因为其实会不会邋遢跟兴趣宅不宅没关系。今天大家都很今天会邋遢。对。那还有一个社交障碍。今天都没有遇到社交障碍。对，有些人会觉得宅男可能只活在自己世界什么，可是其实这是有因果来说，可能是一个人本身就比较内向，没有贡献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宅男没有什么生产力，就是只会待在家当米虫。可是这也是一个误解，光看正妹，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说男生都会啦，大部分男生都会，并不能说只是因为宅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御宅族是我的骄傲，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欺负。正面宣导。